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oon， 今天要讲的是 Kappa 的厂，这个是新厂，有两个 Dider， 这是两间 Semi D 厂 adjoining， land size 一共是 2.3 个 acre， build up size 一共是72000 square feet。厂的高度旁边是40尺高，中间是55尺高，这是 freehold 的 property，大约八月会建好，11月可以拿到 CCC。这间厂有三层的 office， 租金是1.4块每一方尺，售价是26.5 million。可以 click 以上的 link 或者打电话给我询问更多。哇哦，不错哟。